大麦长期的时候，很大的这种落块看过了吗？给你看它的落的长得是怎么样？比如说这样子，两边金切掉，这边的裸子看看，这边的白白的是它的脂肪哦。这样子，你们大麦长期看这种牛排的价钱是在哪里？1000块以上的。师傅说你的意思是这样切两刀，它的价格就变成2-3倍的意思？是有可能哦。我们一般来说，台湾的小的盘子上面要落拉过去对吗？但是我的建议是这个。最歪歪的地方放一下这样子，因为卡肉好吃的原因在哪里？马上烤马上吃，热的时候嘴巴里面啪进去的时候，等于盘子上面放到马上没有吃了扔掉了，你知道有一点可惜啦。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，旁边放。안녕하세요손농大解密了。今天的话呢，想要告诉你们，这个大麦长期的时候，很大的这种落块看过了吗？大的肉块要不要买，这个的主题想要告诉你们。今天吃的时候他们有三种大块的，一个是腿的，一个牛肉，还有一个是有肉的部位一大的，还有这个是什么人间里脊。因为我觉得两个买你们家里处理没有什么好的，所以我的建议是要买这个部位哦。有这个贴子对吗？贴纸里面的时候呢，你们要看的东西是两个地方，一定写他们一公斤多少钱。这里看的时候就知道啊，哪个部位多少钱，这样子已经切好了的话519块钱。你整个这样子买的话，餐桌桌大概23%便宜啊。23%贵的原因在哪里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当然人力的费用对吗？还有第二个的话呢，切片的时候呢，这个很容易有些变化，3-4天以内没有卖掉的话没办法用，所以泡损的关系，看它切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切的。比如这边的话8月14号切的，还有他们卖是8月17号的意思。开看看里面的肉，这边看过吗？这边颜色已经变化了。这种颜色因为空气碰到的之后呢，肉的颜色会变化，水分会它的肉就会出来，它会有口感有影响到。这个是坏掉了吗？不是坏掉，但是颜色不好就有不会新鲜的感觉会出来对吗？但是真的有便宜吗？我不确定，所以我今天稍微你们的前面切一下，切起来就比起来一下，真的有便宜吗？开心食堂，我们不只创造美食，我们制造快乐。我买的是大概2400克，980块左右的意思啊。处理一下，先你们买的时候呢，这边的有一层白色的地方可以看到吗？这个是筋，一个皮的筋是可以吃的，炖菜也可以，汤也可以用的，但这个油是不是那么好的油脂啦，所以你们买的时候尽量这个白的地方小一点的地方买比较适合。这样子你看这个这边的油脂稍微拿掉一下，肉里面的白白的脂肪是好的脂肪，这一坨一坨的脂肪是不是那么好的油啦，所以不建议要吃哦。你先脂肪的部分大的切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大概我要丢的脂肪是大概70克哦。给你看它的肉的长得是怎么样，这边两个看到吗？这样子的情况下来的话，一个筋是中间这里，所以很硬，所以牛排做的是很难，所以这是炖菜比较适合的其实。但是呢这个筋没有的话，比如说筋切掉，这样子两边筋切掉，这边的肉子看看，这边的白白的是它的脂肪哦。这样子你们大卖场去看这种牛排的价钱是在哪里？1000块以上的。师傅说你的意思是这样切两刀它的价格就变成2-3倍的意思？是有可能哦。因为这个的比如说这个是可能肉排或者是沙朗哪边的，比起来这样的质感要买的话1000块以上的意思啦。现在我们看的是上面的皮对吗？这个部分不要丢哦，炖菜之后呢很软软 Q 软 Q 的口感出来。很多了哦，这后面两个人家里人可能吃不完哦。外面的皮切之后，这样子切的话我刚刚买的这个跟一样的意思啦。还有什么？你这样子买的话厚度你没办法自己决定，我觉得洋葱太厚了可以切哦，我的话我自己切的话可以切哦，我要做1公分就好了，这样子厚度自己可以决定对吗？所以你们喜欢的厚度大小自己会决定。刚刚说的颜色，你已经切了之后呢空气碰到就它是落实不新鲜，
但是它是刚刚切对嘛，所以很红，更新鲜的感觉会出来。但今天中店什么又便宜吗？我们切看看又便宜吗？又师傅，现在画面看起来很像猪肉摊。你是那样拉轰的男人啊？什么猪肉摊？还有呢，直接这边直接切筋的上面直接切这样子可以，这样子的话没有筋的一块一个牛排的感觉会出来，对吗？哦，很多餐啊，我觉得一个月四个家里人，我觉得一个月可以吃吧。这边的话，你们一般的会买得到的外面，还有这边的话，中间的筋剪掉之后，好吃的肉部位切起来的，这个牛排直接可以哦，牛排剪剪，但是这个筋有一点会硬哦。还有这边的话，比如说一个家人吃这样子的话，就这样子一片，对吗？这样子全部切起来之后呢，你们下次煮菜就不用再一直切了，直接退冰马上炒菜，一次花时间全部准备起来一下。对，台湾东西哇，烤肉很厉害耶。我有一公斤1000块，然后1500块花，哦，当然炉子很好的东西已经可以啊，但是对我来说的话，我，哦，压力很大，用过很多，所以我也稍微等一下找你们一下今年烤肉的建议的方向。没有筋的部位可以用哟，所以做。就这样子，大概这样子的厚度之后呢，花这样子，这韩式烤肉嘛，它是后面的一样，画一下这样子啊，很冷的。我问一下，你们肉吃的时候，你们吃的好吃的肉吃的时候，你们第一句话说什么？很嫩，很嫩，对吗？很嫩。对。韩国人吃的肉的时候，我想，哇，这个肉好好吃哦，香气很够哟，这样子。你们跟日本人一样，日本人一样，一开始这个肉吃的什么好吃的肉吃，他们会说什么啊，柔らかい。但是外国韩国不一样，好的肉是什么？香气跟肉质要够的意思。所以你们会做的东西是什么？冷化的动作会做。所以我觉得每个国家对肉的要求不一样。师傅，那个韩文很香的，吃到好吃的肉。哦，马西龙黄龙王姐的哦，哦，没事没事，好吃哦，哇哦，猪给你，猪给你吃，哇哦，我想要死掉，猪给你，一般人这样子啦，我们吃好吃的东西对吗？哦，好吃，这个不过说，所以说啊，好吃耶，我说，嗯，还不错嘛，这样的感觉啦，他讲。哇，猪给呢？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哇，吃到真的牙要死了，这种感觉，韩国人很夸张。哇，대박！哇，猪给呢？这样子我说了，我还有切板有吗？你们要吃的火锅啊？火锅片不行，火锅片的时候呢，冷冻腿一定要磨叽叽，所以你们要磨叽叽火锅片都要外面买哟，不用直接一块来，家里没办法做。所以有没有真的便宜？我们看一下，真的没有用的地方在这里哦。啊，看一下这样子，大概80克，没有怎么样，所以一定大概20%以上，一定会便宜的意思哦。我们中秋节快到了，我找你们什么腌螺肉比较好吃哦？我找你们两种腌过的方式，一个是酱油的，一个是辣的。那酱油的部分的话呢，就我的 recipe 里面蔬菜全部进去里面用打一下，我这一样的打一下，这样子完成打称里的之后呢，这边的肉进去里面。泡着一下，明天要吃，我今天晚上就腌过一下这样子。师傅家里没有那一根要怎么办？这样子的话，有果汁机没有吗？果汁机，我果汁机也可以。真的没有多少，就没办法，就买一下钢盘嘛，这样子钢盘就摸着。还有辣的部分的话呢，用铝箔纸会烤的方式，我找你们哟。拌拌之后呢，落进去里面，固定的蔬菜是没有了，就有青葱有多少？青葱、葱。咖喱菜有的话，咖喱菜也可以哦，但是不要切那么细哦，大块一下。还有蘑菇、辣椒粉，还有黑胡椒粉，做拌拌一下这样子。这个一样，做明天要吃的话，今天做晚上就稍微腌一下这样子。还有呢，你们烤肉店、韩式烤肉店或者是日式烤肉店，记得旁边的蘸酱有没有蘸酱？哪个酱
我给你们，所以你们不想要盐锅的话，我找你们今天这个蘸酱做看看。在这边的话主要是蘸油、水、黑糖吧，黑糖，还有曲水，甜的，甜的曲水，还有味淋、醋。糖融化之后，你可以选择芥末酱或者是 wasabi。你要辣一点的话 ，wasabi 进去里面；一点点的话，芥末酱可以啊。所以我的话用芥末酱进去。柠檬的话 ，lemon 就一点点进去一下，都有一个新鲜感出来。这样讲，切洋葱之后呢，水里面大概两次洗一下啊，它的辣度要拿掉，越薄越好。这样子，这样子的我们韩式烤肉店的蘸酱就可以的，开始烤肉哟。你们一般的这样子吗？还是你们是真的用木头吗？黑色的木炭对吗？师傅，你这个卡式炉也太可爱了吧！啊，对，我去年已经用过了。所以韩式烤肉是很大块对吗？大块已经在这里，唰唰唰可以对吗？小一块的一直要，动作太多了。还有烤肉的话呢，不要一直动，等一下，还一面也是出来的时候对面。师傅，我问一下哦，那除了肉要腌以外，还有什么可以让牛肉变好吃的方式吗？中式比较常用的冷化嘛，冷化，软化。西餐来说的，我们都要做什么？冰箱里面放很久，时间过久它自己会软掉。一种方式这个，拆几找你们冷化的大解密好了。我们一般来说，台湾的小的盘子上面要肉拉过去对吗？但是我的建议是，这个最歪歪的地方放一下这样子。因为烤肉好吃的原因在哪里？马上烤马上吃，热的时候嘴巴里面啪进去的时候，等于盘子上面放到马上没有吃的扔掉了，你知道有一点可惜啦。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，旁边放。所以洋葱酱你们准备对吗？洋葱吃的时候再稍微拌拌一下，这样子，餐厅的味道。很软吗？摄影师吃看看，叫摄影师吃看。啊，やわらかい。很软的，说是酸酸的嘛，非常油腻。第二个吃的方式的话呢，所以我的建议什么？铝箔纸准备一下，这一半，这样子，还有再这一半，做起来锅子做起来这样子，所以这样的大小 OK 的话，四面这样子的，加这样子之后，我们腌过的肉蔬菜一起哦，这样进去里面，这样子这个味道有重一点点，所以这个白饭呀、吐司呀配置也可以哦。这样子滚之后呢，蔬菜熟、肉熟的可以开始吃哦。不一样的感觉，一个是酱油的，一个是辣的。还有哦，对，我们刚刚清净的部分，我做一个海带汤，我给你们看看的哦。这个、海带汤先炖一下，还有它染掉之后，海带进去里面，这样子这个部位，油肉面的部位对吗？对啊，很软很软的，很好吃。这个不好，我觉得不好都是没有，但是怎么用是比较重要的。拆解的话呢，我想要冷化，还有你们中式一般来用的炒蔬的或腌过的这种方式，跟水果自然的方式，还有一个是嫩筋，这个三种东西怎么腌到什么效果出来，我告诉你们的啊。谢谢，感谢你们的，拜拜。